哎，老闆，好香，豬腳姜味啊，應該係嘛？哇，整翻碗先。OK。好粉水香，應該都熬咗唔少時間噶啦。我食翻曬咧細個阿媽嗰啲豬腳姜嗰啲味道啊！嚟到一間小店咧，柴火嘅腸粉正到不得了，自己打嘅手打麵又有，哇！仲有呢啲麵麵咧，白粥啊，整翻正咧。嗱，同大家講咁多啦，我快啲食飽啲，繼續去行下街街。我哋今日去了三個不同的地方，去了湘水、司前和三江的。集合了三個不同的地方的精華，我今天煮了這個餸，就是司前煎魚日與夜。將蛋白切成碎，落返橄欖油，少少嘅橄欖油，就慢慢都系收乾少少啦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可以開始煎魚啦。加埋啲牛油落去，再加少少鹽。就大功告成了。